Discord 是什么？最近发现男友下载 Discord， 请问这是交友软体吗？求解！现在好焦虑，而且又快考试了，超好笑。Discord 就是男人的网络 gay bar， 我在那边已经狩猎了10多个 P 了。在座如果有女性担心男友下载 Discord 会变成男同性恋，请各位不用担心，因为 Discord 单纯只是一个非常正常、合家观赏，而且性别平等的网络聊天室。它可以供所有人与网络上的其他人进行日常的聊天交流，你们可以在这上面讨论各种主题，而其中也绝对不会有儿童不宜的内容。聊天室的人都非常理性客观，而且不存在霸凌与胁迫的行为，你可以放心让你的男友在这个软体上面与其他男性进行交流，不用担心他的屁眼会被其他人狩猎，因为这完全就是假消息。如果你有兴趣，也可以现在到描述栏加入我的 Discord， 享受一个和平而且正常的聊天空间。